个老死未休，同生共路。洞口打不打？啊，洞口打不打？洞口不打。洞口要打，打开。外面那个洞口打。外面这里，外面这个打。他说的是外面的洞口大，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个小洞，他们就放了很多石头下去，有可能堵住了，有可能没堵住，是这样的。去看一下村民口中的这个大洞究竟有多大，跟着我们的镜头一探究竟。右边。马上抵达洞口了，看一下这个洞的景观如何。洞口是一个高3米、长5米的一个洞口，准备在这棵树木的这里布一个系统下去，然后我们锁将下去。这上面长满了好多的青苔，湿滑湿滑的。现在从洞口上面速降下来，看这里还有一座牛铃山，真的还乖啊，好看啊。好，现在从这里正式进入洞穴的内部空间，一探究竟。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闭膜锚顶。妈妈，不高抢光，快看这个洞真小，哇，下面还是深不见底啊，看这个光线打下去，这像一定的耳之光。目测还有一个30米就能到达洞底下。这边看到了有好几个阴沉木。哇，这是一个踏方区，好多碎石，这个洞有可能我们看不到底。看情况的话，我们先继续往前面探索探索，不行的话我们就返回。这个非常危险，如果能杀到人了，会有生命危险。看到有小洞穴了吗？在哪落？看这个石头落得哗啦啦响。关键这块弄下来，它上面全垮下了。你看这，这个洞道就扩大了。来了，骨架卡起来。哇！妈，再搬。还探个毛？还探个毛？对，这个就堵死了。他直接把洞给堵死了，阿才。那这鸡巴堵死了。好，那返回吧。现在我们不准备探了，然后直接返回。